阿信的妹妹哦，是191公分那个哦。191公分。唱死的都要爱那个。长得像吗？你可以唱一句吗？感情的事情，那会跟你们聊吗？不会，也不会，也不会，还不会。我们就是知道就好，对。其实我们家人相处像朋友一样，因为他没有手机啊。他没手机？他一直都没手机啊，全世界都知道啊。他跟他女儿也是用 FB 在联络啊。哦。会不会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？然后如果出去国外工作的时候，就是经纪人拿一部手机给他，可是可能随时会掉。所以他手机不用也是会掉。对。哦，难怪啊，看到那个有时候走完看到他还是挂在脖子上，会掉。他连钥匙都挂脖子啊。他现在不没有手机不是很奇怪。他就是比如说出去就没手机给我一下，我要查东西哦，给你。对。他回家他会打开 iPad 看。对，啊有跟他约就是看他有没有看到，很 free 的，他是野人啊，他是摇滚天王哎，拜托。什么鱼尾纹啊，打电波啊？你觉得他需要是不是？我觉得再打一点他会更帅，虽然他已经很帅。只要那个要演唱会活动的时候，他就会强迫一个月之内就有。一个月之内，他会每天去游泳健身，然后少就是低碳，然后等到活动一结束他就放纵。对，然后就忽然肚子又出来这样，他可以忽然。胸肌、腹肌又突然变一片肌，这什么体质啊？羡慕。就是他就忽然节食啊，吃高蛋白啊，然后游泳啊，早晚游泳、跑步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